Hello, Studio， 今天呢，我们要去台中。那我们就走吧 ，Let's go。现在呢，我们在台中最高级的酒店零酒店。那我们等一下呢，要进去我们的房间，现在 check in。那我们现在呢，就来看看我的房间吧 ，Let's go。房间，那房间超大的，然后听说这里的 mini bar 都可以吃。然后可以看到下面有人在游泳，你看，大家下去游泳了。然后哇，这里是台中最高级的酒店。好了，那等一下呢，我们要去吃春水堂，然后吃完春水堂呢。晚餐就要去和一些朋友去吃晚餐。现在呢，我们刚刚去游泳玩，然后我们已经 check out 我们的饭店了。那我们现在去吃刺鬼牛排，然后我现在没有戴口罩，对，走吧。雪碧帮助你，来，加油，胜利，聪明哦，胜利，聪明着火了，聪明太厉害了，加油，聪明，可以，啊，我们要继续进攻看吧，对，好，进攻哪一个？这个老板，好啊，吃火了。因为上面厉害就比较冷，它在边边嘛。加油，红爸！红爸第一次，哇！成功！哇！他故意。对啊，他故意。差一点。他刚刚弄上去的时候就偏了。红爸第二次。红爸可以夹到。哇！差一点。红爸第三次，红爸进攻，加油！快点！那故意的，你看。对啊，故意的，他每次都是这样。红爸第四次，来，加油！哎呀，他爪子歪歪的。红爸第五次。
再没有的话就不要。妹妹快了，快成功了。是不要夹后面的，我们现在先钻这个，你看，哇，定了，所以他算了九十，算了，好，可以，你看有拍吗？有。Our friendship ceases from now on. You break it down like this.